原神盘点游戏中好玩有趣的奇怪丘丘人，在沉鱼谷不仅有大家所熟知的昆昆树，在地图的这个位置还有一位钓鱼丘丘人，而且是非常专注的那种，就比如把水下的鱼都给他没收，他就会暴跳如雷。那再重来一遍，在没有鱼的情况下，你再反复做任何事，他都会无动于衷，甚至你就算是把他推到空中都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，和旁边其他的丘丘人打斗也没关系，就真的很奇怪。那再回到蒙德的这个位置，你会发现一只盾牌丘丘人，也并不是说他举起盾牌就不会攻击我们了，当距离较远还是会攻击的，但要是距离很近就会这样变成了最怂丘丘人。莫欺少年穷，当你来到地图的这个位置，你就会发现有一只丘丘人在瀑布底下不断地淬炼着自己的身体，一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想必也是想着有朝一日能一统七国吧。当然了，在提法拉大陆上还有很多好玩有趣的丘丘人，如果还有哪些补充位置，欢迎评论区讨论，下期见，拜拜。